诈骗集团手法再度翻新。这些人好手好脚，居然干起这骗人的勾当，真是可恶！爸，小心。台中市亚潭地政事务所，被继承人张阿兴所移，这不是我爷爷吗？所移土地一笔，经查尚未办理继承登记，为维护权益，请尽速办理继承登记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才说着就被我给碰上诈骗了。别想我会上你们的当。哼。我说阿凤啊，没知识也要多看报纸，这是诈骗集团的手法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是吗？收到你们贵事务所寄来的公文哦，一直是以为是诈骗集团寄来的，想请小姐帮我确认一下真伪。张先生，这是我们事务所寄的，没有错。现在让我来跟你做个说明。现在目前政府正在办理你的地籍清理，经我们清查发现，这个是你们祖先所留下来的土地。到现在都没有办理那个继承登记，为了维护你的权益，请尽速办理。那现在让我来跟你做个有关于那个继承登记的相关规定。那我们去办理继承登记，主要就是要检具，第一个就是登记申请书跟登记清册，第二个是继承系统表，第三个就是户籍誊本。谢谢你啊，好，小姐，我要领件。好，稍等。我们稍等一下。好，水好。谢谢你的，谢谢。食物真是太意外了，想不到我们的祖先还留有土地给我们呢。是啊。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走，我们回去吧。嗯，好。